这一次呢，就是要新住民介绍一下他们国家现在有什么东西是一定要买，没有错，那个是伴手礼，那个是大家买回来就你怎么买到这个？这样子的感觉。今天呢，我们与其呢，不如我们上网找资料，不如找他们直接来现场，然后介绍一下他们现在他们家里面最红的东西是什么。OK， 各位观众朋友，希望你们今天透过电视呢，可以闻得到这些味道。对呀、啊，有一些比如说部落客或什么介绍，可能不好吃或者怎么样，但我们现在都可以知道他们是讲真心话。今天有穿的，有吃的，也有玩的，都有，好好，欢迎大家。我发现很多外国人去韩国的时候逛，很喜欢逛韩国的便利商店。当、嗯、然，台湾人最喜欢逛便利商店。韩国的 Olive Young， 对，卖药妆的。所以我今天来介绍大家在韩国便利商店要买什么。第一是巨型泡面，巨型泡面，我还买这个。真的？对对对，你上次有一次有说，那个吃三天三夜我都还没有吃完。所以这是天灾的时候放家里吃的，是不是？这个巨型泡面是韩国的 GS 25便利商店有卖的，别的便利商店没有卖。它有多大？跟一般的哦，这是一般的。这是原本的，然后这个是巨型嘛，差不多有四倍哦。四倍大，这样看有点看不出来。对，好像就是有觉得大，不知道有多大。哇，夸张了！一个行李箱，行李箱啊！它虽然是小小的行李箱，可是这是八人份。哦，登机箱，登机箱，所以比这个手板还要大喽。对啊，哇，一个泡面有八人份，好夸张哦！好饱，好饱！我的妈呀，好酷哦！我们是不是为了一个人吃，就是大家一起分享，分着吃，比较有意思啊。月底的时候嘛，同事一起吃，有一种吃饼一下的感觉，对对对对对对对。还有我一个别的韩国的 CU 便利商店，现在很红很红，我也没有喝过的哦，这是超人参吗？这个我也喝过，超好喝，这是酸柠檬 High Ball， 这个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因为里面有真的柠檬片，实在，而且我觉得它很神奇，因为柠檬片都会苦，但它放在里面酒不会苦，超好油腻，然后缺货，现在货缺到爆炸，聊酒就说话了，哪有这个？没有听说啦，研究，酒精研究员。Highball 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因为韩国人很爱去露营，露营的时候大家都带这个酒去，因为这里是关那个关子的那个入口很大，所以可以放冰块，或是可以加气泡水。对哦，一开罐可以把冰块放进去就变杯子了。对，而且不用特别准备那个柠檬啊。对，所以很多人喜欢。超聪明，很多人喜欢，我也没喝过。这个是其实在日本也有类似。对，真的有意见。因为我没想到，这个不是很吵架，因为真的是一模，其实不是类似的，是一模一样的东西，而且在日本的那个便利商店也有卖，而且卖的非常的好，而且我们先出的哦，对，而且也不会缺货，没错，缺货缺惨了。我前几天刚从日本回来，我一直想找日本的那个柠檬啤酒，从南找到北都找不到，一瓶都没有。跟这个味道很像，很像，真的哦，是，其实在日本卖的是 Sara， 不是那个 Highball， 对对对对对。嗯、但是那个是真的很像日本东西。哎，这个瓶装是不是日本也有那种打开里面都是泡泡会上来？对对对，泡泡，然后就柠檬也是他们刻意做放在下面，然后一打开是柠檬是或上来的那种他们的技术。哇，所以我们也很棒哦，很棒哦。对啦，对啦，好，谢谢日本的补充啊，没想到韩国，所以没想到没有要争，对不对？对啊，好，有吃又有喝，还有一个，接下来要说到药妆的部分了，好，是 Olive Young 现在第一名哦，真的，因为它都有排行榜，对，可是这个叫朝鲜美人，朝鲜美人，可是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是我们先流行是在美国流行，这是仿。
防晒霜哦，防晒 对，国外先开始流行的，我们之后认识的，然后就是 Olivian 可以卖的，然后这个东西只听说2022年在美国的网站那个 Amazon 吗？嗯，那个网站，嗯，那是防晒霜我们第一名的哇 ，Amazon 第一，所以它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特别地方就是防晒，有，这是韩国产的有机大米的营养成分做的哦，天然的，天然的有机的，所以擦起来会很滋润，一摸就不会干干的。韩国、美国都第一名，对，还有一年哦，大概这个一年卖超过1000万条，很好用啊，感觉1000万条。而且用了之后不上底妆也可以哦，皮肤就看起来很好，就变成超鲜美人了。呀，太紧张，太紧张。中文好好。对呀，母语的，母语的，你用看看吧。好好好好，这男女色都可以，对不对？对，都可以。OK， 那我一点点。大方哎。哎，这一定自己的啦，不然不会那么少。对啊，对你需要多一点来喂。为什么喜欢用这个？因为这是像保湿霜一样，对，水分很多，很滋润。哎，它擦完不会黏黏的感觉，对，而且我喜欢它没有味道，对，我也喜欢没有味道。味道像我这种肤色，每次我擦完防晒，就很像发霉的味道，就是要黑不黑，要白不白，对，不会，它整个吃进去的颜色就很自然，难怪一年卖1000万条。不错不错不错，所以呢，去韩国就可以买这三样东西，现在目前最红的，对，最红啊，好的，谢谢，谢谢，谢谢大伯 Emma， 大伯，好，要介绍什么 ？OK， 去法国要买什么？香水，对，当然是要香水。法国有名是除了保养品还有香水。对，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有法国香水很贵呢。对，一瓶大概七十以上。对，所以你如果你们要自己买一瓶 OK， 但是如果你要送给姐妹，不行，不可能，因为太贵了。对，但是我这次回去，我发现有一种很香，然后很便宜。哦。这种是很方便，很小，然后味道很浓，不是一般的那种你知道，有时候你买可能几百块，然后快没有这个香水，你们看我喷一下。可是香水有时候便宜的也闻得出来呢。对，这个不是便宜，我不，你看。对，这个味道其实蛮 OK 的。就闻一下吧，就闻一下，就有很多口味。对，来了。有，闻到就闻到。很浓，它其实蛮舒服的。对，但偏浓郁。我不会让你买它，比如泡泡三下。我不会让你买厕所的香水这种，对，没有，是真的很浓，有点那个 baby 洗衣服的那种带那种香味，清新的味道。你要性感一点，你也有这边有。这个味道不是便宜的味道，对，不是，就闻闻看，性感辣辣的味道，性感的味道，的味道。辣妹，辣妹，辣妹，我需要辣妹。我们好像辣一下，辣一下，辣一下啊！辣一下，辣一下，我会就辣妹，辣妹，水果的味道，这个真的便宜了哈！我这样太多下了啦！这个我比较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个很清新哎。你们以前逛过这么多香水店，闻过这么多香水店，你们感觉这个味道大概要花多少钱？应该也要50欧吧。50欧是吧？50欧是2000，1500到差不多，差不多，对，正常的价，1200至1500，一瓶1200，好。但是它这个墨数这么少。对，就对，就这样喽，一个味道就这样。嘿，粗了，有沙很粗哎。粗不代表里面它容量就够多。这个在法国，我买这四瓶哦，1000台币，250，对，然后你最好是可以买一瓶，然后你买一个 set， 对，就我三瓶送一瓶，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方便，因为法国每个女生都会放包包，因为那个 size 刚好，对，不会太大也不会太小，是不是？这个价格非常的可以，很便宜。对，如果要买回来送别人也不会觉得心疼，对对对，而且可以拆成4个人，对，所以它是很多颜色，那个味道很多，因为其实我在台湾有看过，但是
有鬼，然后有那个宣传没有很多，但是你们去法国，我觉得他们的店很特别，因为是一整排，你会看到一整排这样，然后你指甲油一样，然后里面就你可以一定会闻，可以闻得到，然后你就可以选超多，然后我拍这个是一半而已，可能有哦更多更多更多，我那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可能花了30分钟，因为我想全部选不出来，全部拿出来。这个不错，这个不错。另外一个是去法国一定是要买包包，但是名牌包包有很贵，对不对？对。我今天带了两款，我超喜欢，是我这一次买的。第一个你们看，就是刚好我就是要配合，限量的。然后这个我老公要抢我这个，我就不要，这个是我的。对，而且上面有法国国旗。对。然后你们看不到，但是是写 Produce in France。哇哦！你看，法国字的。对啊。高级。所以对啊，所以这个是可以买，我觉得而且感觉不会坏了。另外一个也是我很喜欢，因为我们南部跟北部都会查那个这个饼干的名字，是北部会说 pain au chocolat， 我们会说 chocolatine， 所以这边是强布巴黎，那个北部人就是说我们这边是 chocolatine， 哦，对，然后是 Toulouse 的，所以这个我也很喜欢，好可爱哦，我觉得就这北这个就蛮时尚的，就很小文青啊，对啊，还不错，还不错，还不错，这种我记得是100到500块都有了，台币，对，台币。但讲到这个袋子，老师也要介绍一下，有，我也有带很多袋子，因为我觉得去欧美，大家当然就是会逛街，然后吃高级的餐厅。但是我本人，因为你知道，因为我虽然是长这样，但其实我是文青，我只去博物馆，只去一些名牌的展览的博物馆。比如说啦，我就随便拿几个给大家看一下。时尚名牌包，比如说像这个。博物馆会有那个周边纪念品店，对不对？对。你就是呢，买一个这个大概，因为现在真的这种博物馆的购物袋真的有比以前贵，现在大概都要2000多块了。而且现在因为怕大家就是拿来什么叫买拿来卖，所以现在去博物馆一个人只能买2个，最多，有的还会一个人只能买一个。哇。对，然后这个是我离现在最近去的。这是一个那个毕卡索的作品，原因是因为后面他写了毕卡索。我要讲是因为那个这个，因为这是一个特展，他在讲说同个时代野兽派有多少人的受到这个野兽派的影响，然后就有一群就是野兽派前后的这个，他把他故事都写在里面，对对对对对，所以对我来讲就是说，去看展览除了可以看到一些你平常看不到的东西，我觉得买这个袋子真的是超值，因为其实相对来讲没有那么贵，然后你又跟大家与众不同，更重要的是你带回来当收藏品，我觉得很好，真的。而且你的袋子每次拿出来的时候，你就会想到那个展有展，对，很有香气，想起那一次旅行的状态，对，这个很实用，比起一些其他纪念品来讲，好 ，OK， 谢谢法国，好的。介绍给大家一种真的很可靠的东西，就会吃在肚子里。那去香港要干嘛？当然也是吃东西。那台湾人呢？我知道你们很喜欢吃麻糬，然后传统 QQ 的，传统的麻糬啊，花生啊、芝麻、红豆那种，要么就是 QQ 球。那现在呢，香港呢，突然呢就是夯起来一个是变奏版的 QQ 球，它就是长这样子的，突然就是流行起来，这是 QQ 球 ，QQ 球麻糬，很像我面包店的那种，就面皮。但可是它的尺寸哦，它有拳头那么大哦。因为你们有去吃那个披萨客那种，就是比较小颗的嘛。对对对。它这个里面是有包馅的，几乎现在每一家的这种麻糬 QQ 球店都有自己的主打口味。是。像这一家，它就是主打开心果仁，然后铺在上面。那你打开之后会长怎么样呢？打开之后。它会有那个开心果流沙吗？抹吉在里面，然后里面还有开心果的颗粒，果仁，所以你会很容易一颗接一颗的。好，如果你们不吃抹吉，不想要吃这个，可以点这个肉松怪兽，肉松怪兽了，因为台湾的面包豆上面会有肉松，喜欢吃肉松面包。日本人不要看。好，打开之后里面还包拉丝的丝。再配一杯热鸳鸯，是不是很邪恶？这是太邪恶了。那如果说我想吃，因为它可能这个口味有肉，不能带来台湾。但如果你选没有肉的话，你就可以买一个礼盒装的，就可以坐飞机。
就可以伴手礼送给朋友。哇，不错不错不错。上一次我回去都还没有这个，所以我自己没吃。所以这个一颗大概多少钱？哎，这边有有7块一颗，哎，一颗7块，前面有一颗7块，28块左右，6颗36块，买6颗便宜，便宜的，一颗30块很合理，对啊，很便宜啊，便宜。就是我找到这排队嘛，排到最后。捷运站了，排到不知道到哪里去。所以现在几乎每个捷运站门口都有这个店，嗯，很多，在旺角特别多。好的，好。然后讲完吃了，我要讲这个，我今天没有带来，哎，但我有带照片了。这个是香港做的百年双莓雪花糕，雪花糕，双莓麦雪花糕，它是什么呢？它是个神奇的敷料，它好像有点乳液吗？乳霜很厚重的，它跟不油不腻是完全相反的，因为它的超油超腻啊，超厚。像你打开盖子之后呢，它白色嘛，你要用牙签把它搅一搅，搅一搅，拿出来之后要这样子，它会变成透明，才能用来擦。所以它原本是白的，你要把它搓热，搓变成透明的，变成乳化。哦，之后就因为它很够肥，很够油腻，滋润滋润，它你就擦在这种地方啊，脚跟这种地方，脚是比较粗的地方，或者你冬天那个。爆开皮肤，包括会刺刺的时候裂开来，不是都说你什么都尽量不要擦什么有酒精干嘛的，就擦最单纯的。我有朋友好像去香港，他说他们说香港有一种油很厉害，是骑脚踏车，你知道骑脚踏车骑久了这边很痛，该逼，对，你知道吗？他们下面都会擦一些那种就油这种东西，就可能这种东西，对，因为这个是香港，好像听说是第一个美妆的品牌，哦，是啊，百年的东西，对，所以在那个专门店啊、书店啊、药局啊，还有都有自动贩卖机，自动贩卖机有啊，书店，所以我这个你把这个拿出来讲，我相信没有一个香港人不知道这样。我们让观众截图一下好了，就这张了，因为我们就这个哈擦，就这张，就这个可以截图了。好，再来刚刚一开始嘛，上不是说有什么东西买下来买过来给人家，人家会觉得吓到，怎么会买这个东西回来？对对对，好，就是这个，这个是香港做的椰子糖。你想嘛，你现在是想要买一点伴手礼给同事，但是又不想买太贵，又想要每人有一个东西，然后又不贵又便宜的，那要买什么？然后拿出来他说啊，这是香港的椰子糖，那就是买这个，因为这个是香港制造的，这一包大概台币100块。其实有个说法了，就是说以前就是老一辈的香港人有去南洋做生意，然后就学了一门手艺回来，所以算是老一辈人会知道的这个牌子了。这感觉是老人会喜欢吃的。古早味，对，含着它也不会黏到牙齿，它很像那个，它很像另外一种焦糖，硬的焦糖。其实很好吃，我蛮喜欢的。对，所以如果下一次去香港买到都不知道买什么了，可以选择这个试试看。还有雪花糕。好的。OK。接下来呢，就是大家都很喜欢的日本哦，我们来做两位哦。今天我带来了这个日本很有名的传统的糖果，这个是因为那个日本很有名的卡通电影里面出现的，所以应该是我在那个台湾的超市里面也有看过，应该大家有吃过，有，我们都有。可是呢，今天我带来的是不是糖果？这个是拜拜的时候会用的，拜拜，拜拜，长这么可爱，对啊，糖果。拜拜的时候用的这是线香，线香，是线香，对啊，线香啊，红多利，对，红多油，红多油，所以呢，里面有四种口味，看一下吧，看一下，哦，是这样子的，对对，哇，那里面拜的香这么可爱，对啊对啊，哇，有味道，各位它好香哦，对啊对啊对啊，就是它好香的味道，不是因为我是仙人才闻得到吧？有四种口味，对，有那个草莓啊，还有苹果啊，还有橘子啊，还有哈密瓜，水果的味道，还有四种口味啊，好神奇哦！分别一个颜色也都不一样嘛，哦，好可爱的，天哪！它是水果糖的味道，对呀，对对对。因为你们刚才讲水果，我以为是真的水果味，水果糖怎么会是水果糖的味道？香哎，这样不会误食吗？这个先助你闻一下。我刚看，我以为是那个小朋友的笔芯哎，哦，有一点像笔芯，对对对，这好很香哎，拜拜的时候啊，那种可以哎，对呀，咬肉的。
的感觉。而且如果这样子再加那个点香啊，那里面的支线也是哦，今天又是不一样的口味，好，对呀、啊，很香，那应该是。所以这如果一点下去的话，就是家里就是这种水果的香气，但是也是在拜拜的用的，所以祖先都会闻到不一样的糖果味，超可爱的。不错哎，你们好厉害哦，日本厉害，好强。糖果的吧，可是呢，在日本有还有很多口味的，这些都是现香，对呀、啊，你说这些都是拿来烧的，对对对对对对，还有干果，为什么？还有在日本酒也有啊，而且这种的是都是那个京都那边有很多嘛，京都对哦，现香，对，日本的现香也那个品质也很好，比较比较有名的，所以去日本的时候我推荐，好的，对，那另外。一个是因为呢，最近呢有很多种这种的快速补充营养的产品，他是我的好朋友，而且那个可以选很多口味吧，那维他命啊，还有那个胶原蛋白，所以呢自己的食物那就可以选。这个是什么？这个是今年夏天新发生的口味，这是面新出现的口味，这个是浓厚雨季的通骨味，对，就是蛋手可以吃的辣面。单手吃的拉面，对对，因为呢，在日本现代的人啊，很会玩那个电竞，嗯，对对，那个开发的人也是会玩电竞的人，因为呢，这种人是那个电脑也是很贵吧，那个机器呀、啊，所以如果想吃拉面，如果旁边。翻倒，对呀、啊，那就翻到键盘上。对，可是呢，如果喝饮料啊，如果吃果冻，那好像没有满足感的。对对对，那就他想要吃拉面就开发。所以它这里面也像果冻一样这样子。也有那个真的那个面条，也有面条，用蒟蒻做的面，还有真的叉烧，还有笋干。然后呢，有人试过，如果是真的那个普通的泡面的话，那花四分钟吧。而且还要等三分钟，那这样子的话，那加起来七分钟。是。可是如果吃这个的话，只要21秒吃完。哇！时间管理大师，这有多大？9分秒真的是。对啊，所以那比较注重那个时间效率的人是那个可以去日本的时候买很多回来。真的，我觉得那个日本的便利商店真的是每一次去都有新东西。最近我就是在这个全家便利商店看到他们有跟这个设计师联名款的一系列的，就是服饰啊、袜子啊，还有一些生活用品，我觉得他们的CP超高的。因为像我最近就是买了我脚上的这一双袜子，为什么呢？这袜子看起来相当普通。这个袜子呢？No，你错了。这个颜色就是台湾的，对啊。就是全家便利商店的颜色，但是重点是为什么他最近爆红呢？为什么？我跟你说，现在是连日本都在爆抢哦。你看，因为有一位大神就是木村拓哉，他爱用的袜子，而且他已经不是只有一次穿了，他常常遛狗啊，出去喝咖啡的时候，他脚上就穿着这一双袜子哦。就红起来，所以连日本人他们都会买，但是也没有那么好买哦。我抢了好多双，你好威风。这个因为老师你也没抢到，就是一样在架上了。这个颜色通常都会没有，真的。对，它还有黑色，然后其他颜色，但是就是这个颜色最好，对最好，一定要抢。哎呦，这个哇，去日本可以好多东西可以买，真的。OK， 好，现在换日本的第二棒。要介绍什么呢？今天我要介绍的是一个商店，对，因为台湾人很喜欢去日本的便利商店吧，然后在那边买甜点吧。但是呢，便利商店的甜点也其实还不错啦。但是呢，日本有时候你们也想要吃就高档一点的、比较特别一点的甜点，精致一点的。那你去哪里呢？你去日本的这个24 Sweet Shop。就可以吃到那个精致高档的那个甜点，24小时的。这个是呢，2年前开始开一间店，然后在日本变爆红，因为现在有就1年半就有那个100间了。嗯哼。然后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专卖甜点的那个无人商店。甜点商店，好酷哦！所以呢，里面进去的话，真的是没有人，然后那边没有店员，是，然后就这边有那个冷冻库。然后冷冻库里面有很多甜点，然后这些甜点是那个在便利商店买不到，其他的地方买不到，其他地方只有无人商店有。无人商店啊，其实其他地方也买得到，但是呢，他们卖的是比较特别，是日本的各都道府县
各地方的那个限定的那个限定版的，限定在东京可以吃得到大阪、京都的，就对了。没错，所以其他地方限定的那些甜点，他们都卖的是这个有名的其他地方的那个甜点的。哇，所以从这里就可以吃到。时间管理大师也很厉害，对，没错，一次就到。比方说，现在大阪很红的一个甜点叫做饭团蛋糕，这个是饭团的那个，这是蛋糕的蛋糕，对。它是那个不是用那个海苔包哦，它是用那个可丽饼，就是黑色的可丽饼的皮来去包蛋糕，所以呢，你打开是真的是里面有那个蛋糕，蛋糕是，就是这个是其中一个的，也有一些韩国流行的甜点也有卖，所以你不用再去韩国了。你怎么这样啊？这里就可以买，现在有韩国人，不用去韩国了。但是呢，我还是要去的。有带的一个，其中一个很棒的那个甜点，就是台湾人也很喜欢的卷饼。卷饼超好吃的。卷饼是那个台湾人最喜欢麻糬麻糬嘛，像麻糬 QQ 的。对。然后这个卷饼比较特别的是，它也在那个放在那个罐子里面，就卷饼，然后上面有很多口味的那个。比方说提拉米斯，这个我今天带的是提拉米斯口味，是，还有那个牛奶可可口味，有很多口味的，上面就是蛋糕，有点像布丁的，哇，哇塞，然后下面是下面这边一层有卷饼，对对对，下面有一层，哇，好好吃，好好吃，真的，这个没人去哦，你再来。眼睛亮了，不够了，太小了，合格吗？不够了，不够了，好了啦，还有，再吃一下，口感，讲一下口感。哦，真的好吃哎！你看那个挑剔的那个法国人，法国人赞美你。哎，那为什么你觉得它好吃？它好吃上面的 cream。很浓，还有奶油的味道，香，很香，而且它很绵很软，然后下面是抹漆吗？有点是卷饼，像马吉一样 QQ 的，就我觉得刚刚好，然后前面上面有那个脆脆的，所以我觉得口感都是很包的都很好，真的很好吃，我觉得这个味道好幸福哦，外面那个饼干又脆脆，上面又软绵绵的，挖下去哦，我觉得把它冷冻起来更好吃，而且蚂蚁系的人还可以再加一点那个糖浆在上面，一定会更甜，哇，好好吃。吉南呢？你觉得？日本赢了。全家二样，我也觉得好吃，真的很好吃。对，好的。两点，还有嘞。然后呢，还有另外一个我要介绍的是，这个什么？这是你小孩的玩具吗？是遥控器。你也听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呢？Oniyama君的。Oniyama君，对，这个是 Oniyama， 这是归蜻蜓嘛？对对。因为不止日本人，台湾人也很爱那个户外活动。对对，那个时候最头痛的是什么呢？就是虫啊，小虫啊，被蚊子啊，或时候在外面吃东西的时候，就苍蝇回来，很烦，对，很烦吧。但是呢，这个日本人发明的这个东西是对人体、对环境完全无害的，所以很厉害的，最像防虫蜻蜓。你看厉害的是蜻蜓，是一个昆虫界的最强的猎人。就是你比方说的虫很多的地方，就放这里的话，就虫不会进来。我有一个朋友，他住在那个乡下，他那个乡下的时候，因为乡下的关系，他每一年就蜜蜂来他的家，然后他们会筑巢。他找到这个神奇的东西，然后就放在那个那边，就是。真的是蜜蜂在就不会来了。真的，我今年暑假的时候，我回去那个老家的时候，也有真的有蜜蜂来，所以我买了这个四只，然后挂在那个外面啊，然后每天啊那个给他们那个盆栽啊给水的时候，我真的我笑到。盆栽都没有蚊子，你们不要以为这个是我，你不要以为我是随便拿来，真的是这个在日本的时候，很多媒体也就报道这个，然后就在日本很红，很红，所以呢，不止就放在那个窗户那边桌上，还可以你戴在身你的身上啊，你戴人身上那个，比方说在太黄这个不错，所以呢，你戴小孩的时候，那好，小孩的那个头上也可以用
那你给我带狗去散步的时候，哎，狗的那个身上有没有？我也想买，回家试试看。所以大家这个也可以买来试试看。这个蛮酷，对呀，可以。那这个多少钱？这个应该很便宜吧？嗯，这是便宜。在哪里可以买的？大概日币1300块，所以呢，台币等于200多嘛。其实没有很便宜，对，不便宜，但是很值得，很值得。有时候可以用很久，用就很便宜，而且还可以很可爱啊。对啊，没错。好，这两只留下来给我们试试看，好，谢谢，好，谢谢你 ，OK。谢谢 Q 大，不用太小心，来了来了，买什么？忘了，去泰国呢？去到泰国，我推荐大家这个一定要买什么？你们不觉得我们的泰国人每次走过去都会有一个味道吗？对啊，香香的，对，因为我们很爱用柔软巾，柔软巾，柔软巾。然后这个牌子呢，为什么老牌子？就是因为我用很久，这个是小包装，嗯，小包装它有柔软巾，它也有那个可以烫衣服，洗衣巾也有，然后可以防皱的那种，对对对，例如以前我们穿去学校读书，是不是那个裙子是线，对，百褶裙，对，百褶裙，然后要喷这个东西，喷，它就烫下去就可以割手。哎呦，真的，这么厉害，那个这个牌子，而且它口味超多的，你要不要试试香味？这怎么试啊？我现在怎么试？可以试啊，可以打开闻闻看。你看它有这个是花香的，这是海洋的，然后 baby 的，然后玫瑰的，其实很多道哎，很多口味。柔软巾，对，这个是柔软巾，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姜姜，这什么？磨砂，洗澡的吗？这个是肥皂。肥皂，肥皂在里面，哦，包在那个里面。对，我推荐的是，因为用这个哈，我们就不用用那个去角质，撸的那个，因为这个布呢可以去角质，对，去角质，然后又可以顺便洗澡，欧隐万在里面了。对，然后这个在便利商店，在泰国随便都有，对。我很喜欢，家的好东西，好泰国味哦。对，然后这个是纯，它是那个叫什么？精油？不是，就是不会有伤害皮肤，纯天然的，天然的，没有化学，对对对对，没有化学的东西在里面。这个不错，所以它也可以去角质，也可以洗澡。对，每天可以用，每天可以用，对，不错。那它里面的肥皂用完了可以换肥皂吗？还是要再买另外一包？再买一包，因为这个去泰国可以带。好的，有些当伴手礼，对，这不错。OK， 还有就是还有，对，泰国有很多东西好买嘛。最近我也是有一个泰国朋友也是推荐给我，说是他们从小小小到大，每一个人都吃过的饼干。因为每个人去泰国买都是买什么鱿鱼丝啊，然后买那个什么。对，海苔啊，想要推荐大家的一个是这个丹麦饼干，这是泰国的，泰国的，泰国买丹麦饼干，泰国人出的有这个英国卫兵的丹麦饼干，好奇怪哦，所有的泰国人，对，所有泰国人从小到大，而且每一年过年的时候一定会收到的饼干就是这个饼干，对，我今天有带来给大家吃，特别，大家可以吃，好诶，我们来吃吃看，对，这小四以前有吃过吗？有，小四也吃过，这个也是从小。对，那为什么这个饼干会这么红？是因为其实因为早期的时候在泰国，就是很多进口的饼干很贵，所以他们当地的品牌当地的公司呢就推出了一个，就是我们推出一个有外国的感觉，然后喜气洋洋的，然后可是很平价，每个人都买得起的饼干。所以从那时候开始，就是到现在，大家过年的时候就会收到这盒饼干送礼，然后尤其送长辈啊，或者送家庭，就说非常的喜欢，有一种高级的感觉。真的吗？我是说，大家觉得怎么样？他们觉得会有高级，包装会有高级。但我觉得就是有一种，就是一种。的美味，平凡。我好会形容，这个是淡的还是淡？真的平凡的美味，对的美味，但是好吃。对，重点就是它真的是很平凡，很超值。你大家知道这样一盒我在那个 Big C 买多少钱吗？这样一盒饼干250台币，87块泰铢。哇，87块泰铢，所以台币大概80块就可以买到一盒这样的。而且是铁盒装的。对，铁盒装看起来就是有高级的感觉。真的，高级啊！对，你知道吗？在泰国，如果说我们从小以前啦，小时候，如果说谁带了这个盒子，哦，这个家有钱了。哇，真的假的？对，真的真的，它有平凡的奢华感。对啊，也是东南亚，因为我这次去那个新加坡，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因为我很爱逛超市，然后我就发现一进到那个超市，它就是
一整排不是有卖那种干货吗？嗯，然后它就藏在一个最下面，可是那个最下面，它那个数量就是有人动过。嗯，然后我就下去看，我想说这是什么？这到底是什么？鱼店猪皮捧回啊？对啊，炸猪皮不是哎、欸，它是鱼标，炸鱼标，鱼标太大了吧？对。然后我原本买了第一包回饭店，我就在想说这东西应该就上网找资料，应该就有了吧？它就会教学怎么做啊。我上网找，完全找不到任何资料。然后所以我又透过我弟，然后就请他去问什么厨师怎么样，然后厨师就又还试吃研究，就我隔天我就是再买了大概有20包吧，我就是直接扫货，因为他你把它泡水之后，它就变超 Q， 这可以吃吗？这不行，这不行，它就变超 Q 的，然后你把它怎么摸起来变竹升？对，摸起来像竹升的那种感觉。你把它泡水，然后过个热水，大概烫个5分钟10分钟，然后你把它加在各式各样的菜里面，因为我们刚刚讲不是很多那种小吃，他们不是都会加那种什么炸猪皮嘛？对对对，白菜，白菜，对，健康白菜。一般哪有可能在家，我们就怎么可能去做一大堆炸猪皮？他就整个把它取代掉了，他吃起来就是会短腰腰、短腰腰的。然后重点是卤锅也可以，它就是吸附了你所有菜肴里面那个汤汁，然后你把它放在那个汤里面一咬下去，它是啪炸开的，而且重点是这么一大包，它只有10块新币，240块左右，很划算呢。然后你也不可能一次吃一条，就可以分好几次去使用。这个我都觉得好推荐哦，对，就挖到宝，放在哪里它就是什么味道。对，我要补充这个呢，在香港饮茶的点心有一道叫做棉花鸡，就是用这个食材，然后它会被鸡肉跟香菇一起放在那个笼子里面蒸，那蒸出来就是哦，人间美味。哇，这个真的很值得。好耶，不一定要买，这个真的非常不起眼，但它很好吃。对，在泰国的哈，在泰国的，新加坡、香港的，泰国应该有，泰国也有，泰国都有都有。谢谢小吃。我5年都没有回国，那回国的时候我发现，美国人真的有在吃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就是一个叫做冷冻干燥糖果。冷冻干燥啊？对，其实60年代他们太空人要上去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要怎么带食物上去，所以他们就说，哎，那我们就是要发明一个方法，让所有的食物完全没有水分才会变轻。对。所以他们就做了这个。那80年代我小的时候，我们太空人非常是一个非常红的一个职业，所以我们都想要，我们小朋友都想要做这个工作，所以他们就开始卖一些，比方说啊，冷冻干燥冰淇淋。对，冷冻干燥冰淇淋，它完全没有水分，所以它是干的，你就吃，然后它就变，它进入那里，所以它也不会融化。它会，它进到你的嘴巴里头，它会开始融化，对，因为有嘴巴里有，因为他们太空人带到太空上，他们可能会有一点点水，他们可以加进去，然后就会有个食物可以吃。可是他带的时候是很轻，所以我这一次有带回，从美国带回来2包，这个是彩虹糖，然后它真的是很还蛮轻的，就是轻哦，对。然后在手上很不真实，哎，这是棉花糖，它真的是好干哦，对，感觉是脆脆的，对，就这样，打开就变粉了，好像粉笔哦，对，所以我有带来给大家可以试试看，是不是？好好，我们来试试看棉花糖，奇怪哦，干燥的棉花糖，它吸到口水就还原哎，是哦，对啊，所以它脆脆的，嗯，好像在吃宝丽龙，拿了之后像宝丽龙，放进去就不像宝丽龙了，放进去也像宝丽龙啊，有口味的宝丽龙。但这个是棉花糖哎，猫砂猫砂猫砂，猫砂对猫砂也是泡水却膨胀，你吃过猫砂吗？你吃过猫砂？你专家哦。刚刚的棉花糖有空包蛋的感觉，就是你吃进去是棉花糖味道，但零口感。棉花糖不是应该 QQ 的吗？对对，零口感哎，感觉没有经过嘴巴，
哎，可是我觉得那个另外的彩虹糖很好吃，哎，这边脆脆的，这个是最受欢迎的口味，跳跳糖的感觉，对对对，好吃。对，因为平常我们吃都会粘牙齿，这个脆了之后就不会粘牙齿，对对对，因为它融化了嘛，对，蛮好的。想要试试看，可能你可以买你自己的一个机器，因为这个都是在美国卖的人，他们都是自己买，他们不是一个大厂商卖的，这个是自己做的，自己做的，所以他们你看这个是彩虹糖那个。有一个牌子在卖，可是其实他们不会提到那个牌子，因为好，所以那个是这个，然后这个是，这个是我最新买的，气喘在用的，这个是可以动的，然后这个也可以换，我知道了，真空装那个彩虹糖的。罐子，就像针筒一样，这样子嘟嘟嘟嘟拉出来，是不是？这个跟吃的一点关系都没有。把乳头变大的，这个真的，真的，学小变大，变心成基督是不是？你开始接近了，你开始接近了，还是那个塞卫生棉条？啊，就是很多人不会塞，不敢塞啊，你就这样子。可是这也太深了，不是啊，他放在门口，然后对准，砰。你会像针筒一样推进去吗？冷静，各位，这个是好，这个东西它的英文名字叫做 bug bite thing。那这个 bug bite thing 呢，它其实就是一个，如果你被蚊子咬了，好，已经被蚊子咬了，它是不是让你防蚊？它是已经咬了，吸里面的空气。然后它会让你不痒了。那用嘴巴也可以啊。它，然后它可以换头，它的头可以换，它原本是小小的，也可以做大的，这样子，然后你放上来，拔罐，你刚刚是有点，他感觉有点像那个要把毒蛇的毒液，哇，好痛哦，拔罐的声音了，那有人毒蛇毒液给拉吸出来的感觉是不是？很痛哎，没有，它就是空气而已。但它完全没有什么药在里面啊，它只是空气而已。可能是我可以很容易骗我自己啦，我不知道。但我个人是觉得我用了之后，我这确实是比较不痒。可是我觉得它的概念就是有人会说你被蚊子咬，你用你的指甲，对啊，然后再痒就滴米字。所以是类似的概念，可是它就是有一个好玩的。好玩的做法，所以就会让你心里分心，不会去想那个样子。因为我之前有看到爸妈社团都有在分享这个，因为其实小孩不能擦那个羊水，他们都会用这个。对，今天来的那个嘉宾的朋友都是我们很熟悉的国家，对对不对？每次去都买他们一样东西，今天介绍给大家买一些不一样的最新的。对对对 ，OK， 希望呢大家可以出国时候玩得愉快，谢谢你们。那喜欢影片的记得订阅，然后按铃铛，谢谢。